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《汽车是个女孩》，我是亚晴。都说颜值不够，那就才能来凑。如果两者都不具备的话呢，那就真的是废品了。今天介绍的这款车呢，刚好符合这种语境。虽然它在颜值方面是稍显差了些，但是整体性能上来比较啊，还算是蛮高的，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哦。它就是北斗星 X5。外观上来看呢，有点方方正正的，就酷似一辆正在路面上行驶的面包车，一点也不出众。车头进气的部分又分上下层的设计，整体大致成一个狭小六边形的造型，很是不起眼。再配合着大尺寸的大灯组进行个性出演，似乎显得更不好协调了。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为3664×1610×1722毫米，轴距为2485毫米。在这点上呢，空间选择是相当给力的。内饰上来看，中控台选取 T 字形的设计模式，并且呢是使用的硬质塑料材质加以镀铬饰条包边处理，质感呢也是超强。后备箱的空间更大，更可调至1690升，这超强的卸货能力啊也是妥妥的。动力方面又搭载了型号为 K14B D 的1.4升自然吸气发动机，最大功率为97马力，峰值扭矩为120牛米，后匹配5档手动变速箱，综合油耗呢更是达到了每100公里5.1升，真的可以说是极其的省油了。同时呢，这种车就算行驶88万公里的路程啊，也都不存在大修的，简直是超级的耐用。再配合着这4.69至5.19万的价格展示啊，真的是别提有多亲民了，性价比绝对的高。所以啊，你觉得这款车怎么样呢？好了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呢，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。当然了，也欢迎您留言转发哦。